今天太阳好大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看一下我这几天的战果，还发走了一些，这边还有这么多纸乐，纸乐待会儿我要来装箱，顺便把它们分一下类，我自己也想种一些，种一些。这个车好讨厌，它超车，喇叭叫的不行。这个把那个就是五个头以上的要分出来，还有两个头以上带崽的要分出来，分出来给大家就是打包。今天就是从最开始挖纸乐的时候大家订的那个纸乐，打包发，剩下的我就想要把那个它种起来，种成那个小盆小盆的。但是今天这个光纸乐就是一个大工程，本来还说要砍头呀什么的，其他的先把这个纸乐搞定。今天看，就一到三，昨天因为回来要给他们腾筐子，我到时候我车给他们拉不下，所以说把纸乐全部都倒在这个地上了。我觉得这样还挺方便的，待会儿我挑的时候也比较好弄，因为本来在地里就挑过一次了，挑过一次，待会儿直接往箱子里面装，就是几头几头的这样子。你把箱子缝好，等会儿只管缝。纸乐，这是今天装好的，我的车呀，已经惨不忍睹了都，待会儿要带下去的。我这会儿要先拉去送一次，待会儿回来又接着装，把剩下的都装了。